这边是换了一个蓝甲再出来跟你打，是，而且这边的话是面对到战神曹，现在直接交，通过 B 抢个僵持啊，但是这边出了一个蓝 A 啊，双方没有奥义，这边的话还可以再消耗一会，但是再来输的话直接被震刀了，这个极限的距离啊，是的，这个时期震刀确实有东西啊，好在对面有个织物啊，而且我觉得时期可以拿一下这个紫色的无眼重啊，一会儿变身用。剑神龙打飞，然后空中连一段先击退掉，但这的话还要去接着跟对方，但是我们注意到对方的一个奥义，哎呦，能秒吗 ？C A 直接秒 ，C A 是297嘛，那这样的话还是直接带走。F 一给自己创造了很多机会啊，是的，反正这边现在是个残血，这一波的话能走掉吗？是的，这个是自己说自己的底牌啊，他的王牌姬沧海，但是这一波能不能走掉？感觉好像有中。这波很帅啊，回头望月啊，十三这边熬夜差不多了，85%，又是一个风之精灵，剑姬这边风牢笼交了，要通过这个反光波互相能量，导演会直接被收掉，现在的话怎么说，感觉剑姬来到了自己的狩猎时刻，风压直接让他迷了眼，直接旋风斩，又是两个风压，十三招的神经病已经准备交，现在交得出来吗？交出来了，不是因为再出一手，这个情况的话剑姬状态非常非常的不错，而且一直在鬼迷，十三招有点有苦说不出啊，是的，十三招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跑就行了，渐渐跑就行了，接下来这个暗域的侵蚀的话应该是扛不住的，我只能说剑姬这场比赛真的是运筹帷幄啊。古明位置好，他这个高台上面，这的话龙龙我们有两个人，直接火球直接反身，自己的话也是被击退的。看丽丽，看丽丽，又是一个来自黄不蓝的火球。我觉得关键的话，黄不蓝，黄不蓝的话，你就是有机会反超香香的。哎，轰炸机在天上，兄弟们！但是丽丽那边还是投，这一个火球应该至少两个几百分。但是我觉得丽丽还是有风之龙龙在身上，这个风龙龙能不能给自己创造一些机会呢？怎么说？一直侵蚀一个假币带走了阿里，在这个地方的话怎么说？被这个暗域外面能不能接到最后呢？这风之龙龙消了，但是黄不蓝战斗了最后一刻。香香目前是有三个击败分啊，要看一下能不能够再次发挥出来，但是以我的想法来说的话，当场比赛你拿到三个击败分最好是去保排名系数，对的，对吧，封锁断一脚，但是那样的冠军我可能不要，我要一个自己拼杀出来的冠军，香香这边虽然只有一个蓝甲，但是他打单是非常的主动的，这边勾锁继续上，然后有没有虚转阵，没有，好像继续在追击，他真的是一个出笼的猛虎，他一直在摁着对面的 nice 狂揍，而且非常的自信，第三段这个阵反应很快，直接秒震了对面来圈架的人。